长120米、宽24米、高12米的吸雪滑道，雪地转转、软萌雪人世界、马拉爬犁，这些冰雪项目昨天一同汇聚在盘锦双台子区的辽河湿地公园。此外，雪雕观赏区、冰上项目体验区30多种冰雪项目遍地开花，让不太冷的盘锦坐拥冰天雪地的乐趣。就以前出去滑雪嘛，还去什么沈阳啊、哈尔滨，现在在盘锦就可以，就是很方便，然后就可以玩到这么多滑雪的项目了。在湿地公园有一块让很多人都驻足拍照的地方，就是这个风情雪屋，东北特色的农村民宅，配上大红的灯笼、晶莹剔透的冰溜子，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的外婆家。我们从葫芦岛特地来的，听说那个盘锦这个湿地公园特别特别好，今天来了，真是这样，果然风景特别好。